威海这下出名了，已经活到国外去了，大批的游客蜂拥而至。威海这座镶嵌在黄海之滨的璀璨明珠，近年来其独特的魅力不仅在国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，更是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，成为了众多游客心中的旅游胜地。如今威海的名声已经活到了国外，吸引了大批游客蜂拥而至，共同的见证这座城市的非凡之处。威海的美丽啊，首先体现在它那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，这里依山傍海，四季分明，拥有着令人心旷神怡的海岸线和迷人的沙滩。站在海边，远照着碧波万顷的大海，浸视着细腻柔软的沙滩，仿佛置身于一幅动人的画卷之中。而威海的公园、刘公岛等著名的景点，更是将自然美景与人文景观完美的融合，让游客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，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除了自然风光，威海以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着游客的目光。这里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迹遗址，如这个威海卫炮台、定远舰纪念馆等，让游客们能够穿越时空，感受到历史沧桑的巨变；也有现代化的旅游设施，如威海国际海洋文化博览区、幻翠楼公园等，为游客们提供了多元化的休闲娱乐选择。无论是喜欢探视历史的奥秘的游客，还是热衷于现代娱乐的游客，都能在威海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。威海的美食文化同样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。这里的美食种类繁多，口味独到，既有地道的海鲜大餐，如清蒸海鱼、海鲜烧烤等，让游客们能够品尝到最新鲜的海味；也有传统的小吃美食，如这个鱼饺子、鱼锅粑粑等，让游客们在品尝美味的同时，也能感受到威海人民的热情好客。在威海，美食不仅是一种味蕾的享受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体验。威海的国际知名度不断的提升，离不开其积极的旅游推广和优质的服务水平。近年来，威海市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发展，加大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力度，同时提升了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水平。无论是景区的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服务，都达到国际化的标准。此外，威海通过了举办各种国际性的旅游节庆活动和文化交流活动，如威海国际海洋文化节、中韩文化交流等，进一步的提升了城市的国际影响力，吸引了更多国外游客的关注。随着威海知名度不断的提升，越来越多的国外游客开始涌入这些城市，他们在这留下美好的回忆，也带走了对威海深刻的印象。威海的美丽风光、丰富的旅游资源、独特的美食文化以及优质的服务水平，都成为了他们口耳相传的佳话。总之，威海一些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国内外游客心中的旅游胜地。这里具有自然风光的婀娜多姿，又有历史文化的厚重底蕴，又有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，又有旅游服务的贴心周到。相信在未来日子里，威海将继续以其非凡的魅力吸引着更多游客前来探访，共同书写这座城市辉煌的篇章。而我们作为威海的见证者和参与者，也将为这座城市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，让威海的美丽与魅力涌入人间。